如果只系出咗嚟啊，有金冇命使啦。系，就快冇太阳啦。又系，你冇话我知姜家有僵尸呢样嘢。哦，僵尸啲嘢咧，啲人编出嚟嘅啫。咁当然，我都有编一部分。咁其他嗰啲系啲生意佬想发财咁嘅啫。喂，你放心，我入咗姜家咁耐咧，已经部署好一切噶啦，唔会坏你大事嘅。你喺姜家咁耐，一直唔知啲家产摆喺边？姜老爷佢以前做过捕头嘅，眉精眼企及到实，所以咧，啲关门新娘死晒，你都仲唔捉翻条蛇？条蛇仲喺间屋度，分分钟咬埋我学妹啊！你点解释啊？我有四条友同埋阿姜老爷已经响度揾紧啲蛇噶啦，揾紧啲蛇噶，揾紧噶啦。但系我妹嗰边依家唔顶唔掉，如果姜老头识心起，咁你点交代啊？我有帮手，我有帮手。嗱，这个人叫做湘西赶尸王，佢有办法可以将啲死尸整喐噶。而家要对付嘅系姜老爷，又唔系死尸，揾佢做乜嘢啊？即系咁，其实咧，姜家咁多代咧，都将啲死人咧用蜡料封住，保存喺屋入边嘅。我哋利用赶尸王，将摆喺姜家嘅蜡尸咧整喐晒佢，吓，等啲蜡尸咧喺屋入边咧跳下跳下跳晒出嚟。到时啦，你话姜老爷几唔得闲咧？佢周围追翻佢嘅祖先，我哋咪可以有机可乘入屋揾嘢咯喂！听讲啊，系啊，真假叫表演系咪知咯？我唔信你真系咁猛，人都死咗啦，你仲哈哈同佢哋计较？佢哋都系客死异乡嘅人，而家仲系我嘅老板，我今晚仲要带佢哋过村翻自己家乡安葬。你就系湘西赶尸王，我睇下你有几万料。就叫湘西赶尸王。老细，你哋系嚟拆招牌定系倾生意啊？大师，今次咧，我同老细嚟系希望大师能够帮我哋手咧，整喐晒姜家嗰啲蜡丝嘅吓。呢度少少意思，唔成敬意，希望大师你笑纳笑纳。帮手？如果讲翻我本行咧，咁啊举手之劳啫。
仲讲，我睇到你哋一定睇到噶嘛。不过佢我要保护嘅人嚟噶。讲得严重啲咧，佢系你哋将来嘅阿嫂。唔系啊，我哋咁样就为你掩饰奸情，知唔知啊？四个人夹咧，如果有咩事，有四个人陪啊嘛。咪咯，为你好啫，兄弟。喂，唔好咁大声啊！俾佢知道咗，冇玩转噶。你哋玩下咋？我好认真噶。喂，人哋姜家少拉拉嚟噶，唔系你女朋友啊！唔好要我自私同你讲啦。咪系过咗门，但系仲未洞房咯，咁即系仲有机会咯。总之你要成全我同阿珊珊，如果唔系，兄弟冇得做。哇，唔得啱，你四个跟我嚟，老爷。立尸搬晒出嚟，个罗家冇反应，好在仲未变僵尸。呢份劳动装就装啦，你哋偷睇少奶冲，根本你哋唔应该装，做兄弟真系心淡。咩？你睇啱，人睇唔得。按照姜家家规，要挖咗你双眼。我装系装出诚意。他哋系咁装，简直系博懵成分。你点分啊？博懵啊！讲多次啊！我话你啊！唔好嘈啦！我怕你刀枪不入啊！咁啊点啊？哇！十三啊！冇事啊嘛你？动手啊你！你就是铁布衫，咁即系刀枪不入啦。夹手夹脚，将啲垃圾烧咗佢。咪住！如果喺度烧，连间屋都烧埋，点算啊？不如搬晒佢出去烧啦。好。好。有咩事啊？喂，可能仲有其他垃圾喺度，系咪搵埋一齐烧啊？问清楚好啲。问边个啊？夹手夹脚笠住姜老爷，审问佢其他啲垃圾喺边度。好。你哋四个到底系咩人？系咪要嚟抢我姜家嘅财产？嘅身手令我姜家做下人有咩企图？我哋系捉僵尸嘅。系啊系啊，我哋怀疑你收埋咁多垃圾啦，咁迟早会变成僵尸噶啦。咁然之后就荒谬，呢啲只系我自己散播出嚟嘅谣言，嚟吓走想抢劫嘅贼党。姜家做立发达之后，家族嘅人就明争暗斗，搞到而家人丁单薄。算数啦，我就放你哋一马。如果你哋可以帮姜家争一口气发扬光大嘅话，咁我就收养你哋其中一个做我养子，
延续我姜家嘅名脉，继承我姜家嘅财产。本来传宗接代嘅事系我自己解决嘅，而家我就将珊珊改嫁你其中一个人。唔使拣，就我啦！我就会帮姜家发扬光大嘅。使唔使啊？